先生，这是何意？啊！为学者，知识每日俱增；为道者，私欲日渐减少。知识有好坏之分，利恶之别。好的知识是人类智慧之精华，可以。 修身治国，平天下；而坏的知识是人类社会的糟粕。如鸩毒猛兽般，可置人不如歧途，危害天下。所以，在求学的过程中，要以道为上，摒弃糟粕，吸取精华，去欲保真呐。 以道为上，以道为上。先生，何为道啊？道者，天地万物的先天之本，一切生命的原始之性啊。学识固然重要，但是学问再大，也难小。 天地万物之根本，所以要去欲保真。正所谓一切是假，唯命是真。一个人若整日挣扎在斗争与欲望之中，势必折寿早逝。那么，所学的学问又如何能用于天下呢？